讲好唔知咧，有所讲真系，即摆特别蛮高质。一再去荷兰萨克做来看，罗马书第九章23节，佮着将伊丰盛的荣耀彰显伫迄个蒙怜悯、早有备的荣耀的器皿了。咱真盼望咱的名会当互提起，但是稳重无被注意、被忽视，才会有将顺互咱挡袂牢。当咱看见某一个人到甚物所在拢受欢迎，有当时，咱会感觉讲，咱的人生那个无互人注意，那个无有价值。咱无达到会当接受互人领略一段时期，但是当咱那个亲像被上帝无止境的恩宠的时阵，互咱感觉活命也是人生非常的孤单。其实，盼望得到注意，对咱来讲的人生是一个伤害，因为人对着咱的欣赏，并未当增加着咱人生的长进。兄弟姊妹，毋通在乎着人安怎来看你。人看你好，你无一定真正好；人看袂起你，你无一定真正亲像伊所看见的。但是如果若是上帝看介咱的时阵，人安怎看咱，够何妨呢？毋通互遮人妨害着咱，影响着咱的心情，甲着心智。事实上讲，无人听过你，认捌你，学罗你，无等于就是你，那个拢无有用途。无代表着上帝已经灭去一日，真子被带伫土内面，虽然看未到，但是伫土内面稳重的发展，上帝看见，上帝观察，并且伫人看未到的所在，已经预备好了哩。经过着长期学习，放下家己，会当达到观心的地步，会当较轻易得到快速成功，这是两个无相像的。何况你上帝带领手内面的人，伊知影伊应该做啥物，要安怎来做，那安尼伊就未做超过，嘛未倒退。咱若是将一个无经过着训练的人，无经过着有备的人，就将伊囥到伫一个强大的公寓中间来时，就等于将一个未晓受罪的人，佮无穿救生衣，就甲等伫海内面去叫伊去救人啊！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已经将迄个彰显。要得到人民有美好的器皿，要放荣耀顶面，你我有美好未？咱来祈祷，特别上帝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，互阮会当学习，在安静听候，等阮好好有备，相信有一日你要使用着阮，借着阮受恩福，恳求你继续带领，是阮新的一日，互耶稣名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